可以放心放心放心。哎呀，真的想不到，想不到在哈佛异国他乡遇到这种铁杆粉丝啊，很巧，都在他们坐过来。他马上就过来了，马上就过来。我在那个什么，我看到你们把这个珍藏版的过来。哎，我觉得我刚才看到，把这个珍藏版的来放一下。珍藏版，你这个是珍藏版吗？放一下，不错，珍藏版。对，什么东西这个？刚才在那边看，这在国内叫做直播小生啊，他们年轻人都玩不了这个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我这个我看了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看了什么款式？几个？就是有一次好像你们在那个旅馆。对，被那个一个女孩子什么什么，那个女孩子就是那个印度那个女孩子，被勒索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像那个很恶心。当时不是说什么你们被那个什么关了就。当时定多少钱这样？定的是100多，然后第二天又问我们要100多，他说一个人100多，走了是吧？一百多是什么情况呢？100多美金啊？人民币。去了那边，本来当天就第一天过去把全部房费给付了，付了100多。当时是谈好了两个人住一晚上。但是第二天呢，他又说一个人一晚上100多，又再叫我们给100多，才让我们走。这样。他可能就觉得我们呢，因为在机场旁边嘛，因为我们要赶着回去，赶着坐飞机，他就这样子打算闷我们的钱，坑我们的钱，我们就不愿意啊，我们要在旅局跟他讲。对，所以我说很面熟，我说在谁呀？感觉我说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后来我使劲想，我说应该就是一个视频。对，刚才你在那个吃饭那里吃，他也在说的时候，因为做直播，我也觉得我说对呀。而且你这个小伙子长相特别有特色，你应该不是汉族血统。为什么？真的还真是汉族。但是你这个不像汉族血统。我为什么关注是什么原因？是吧？第一，我们原先走的就是到印度去看一看，印度现在不是我那个机场这楼上，长期有个印度朋友住在我这里面，他就。前段时间不是他们说这个想到印度去看看那边发展怎么样嘛？比如说现在不是越南，这边不错吗？但是他毕竟这个人口啊不是很多，因为那个人口红利它就都有一定时间，比如说现在招工就有难度了嘛。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准备到印度去看看那个，下一步看到印度。可以去看一下，对呀，但是，所以我就关注一看呢，就看见你那个视频，而且小伙子辩论度非常高，对对对，可以说，他刚刚一说，我还没留意到，他把那个视频给我看，我就想起。我看过他一期视频，他有三个还几个小伙子在印度和尚，就恒河上，就别让烧死了那个，那别让很脏那个，好像是你是谁，喝了一口水，拉肚子拉了几天，是你是吧？对对，拉肚子。我非常大的印象，所以你的辨识度很好辨认了，你非常好辨认了。怎么称呼你？贵姓啊？姓张。因为我很少看手机，所以他是你的铁杆粉丝啊。小张，这个小年轻不错。你老家是哪里的？属于广东韶关粤北的。广东的？他讲的。哎呀，来好搞啊！太搞你了！哎，快往他搞！冒烟了，冒烟啊，冒烟！对，口音有点差，那怎么？你怎么会那个？必须啊！把娃我们是搞呢，我在深圳住了20年，我怎第二你在搞把娃呢？深圳也是10几年了。那我们是搞嘛？哎，老板就是老板，只顾着挣钱，不懂得学。包括就是我们做了很多，包括三产。工厂以及就是酒店，所有的都是越南人的人头，越南人的名头。就反正实际上全是中国人，全部都是中国人，全是中国人。他等于说现在政治的话就比较排华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现在也不是排华，但他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越南人，越南政府是保证越南人的利益。他不保证你外国人的利益，包括你买的所有的财产、房子什么都不能做到你外国人。那韩国人呢？日本人呢？韩国人他们作为大的这种叫外商组织，是也像国中国国内一样的，他是属于外商组织的。中国人除了很大的企业以外，也这种形式，大部分的都是小企业，都是用这种越南人的身份来。你说一个酒店呢、一个餐馆呢、一个比如说商铺啊，它都是小嘛，它投资不大嘛，包括像我们这个就是一两百万嘛，
他不到他就直接找一个越南的华人代表，华人代表。越方法的代表，就直接找一个越方法的代表，挂那个头来做。对，每个月付这个我们讲人头费，法人代表钱。其实多的话是我们中国最多。哦，在越南投资70%的绝对是中国，投资最大。对，其实上面很多啊，也就是整个投资来讲，可能第二呢就是韩国吧，韩国，第二是韩国。第三开始，哎，不会，台湾投资也蛮大，台资，台资也比较大，但它也是做外资，像刚刚那个李总说，大陆，像台资它很多是属于另外一个系统，它是工厂设在这边，材料从中国过来，从进口过来完，产品是卖到外面去的。那有中国本土的过来的，它很多是针对东南亚的，针对越南的，也有做配套的，给这些台湾厂做配套，也有出口。就是净值比较多，以$200万以上的投资，就是说大外商进来投资的，然后他这个手续很长，大概要做半年时间，你才能完成这个。那这个是对小金额的，你让越南人做法人代表去拿这个证，一个星期就搞定了。是，所以就大部分都是对，有他的便利性，可以做法人代表，往家里面去了。好像我听说他招不足了，对，招不足。到宝源好像。在柬埔寨吧，宝源是鞋厂，鞋厂越南以前在后积累，哪里每次不是就是越南游行的时候就从那里开始了，这里不是亿多人口吗？它人口福利也到了，在9000万，9000多万，哦，现在正常来说是1.04亿，1.04亿，有这么多人？他是有发言权，他是越南的。他不知道，他们越南他本身啊，他大学生会关心这个，因为他们这边不管那个东西，他不关心啊。阿刘，你不关心你们国家大事啊？他昨天跟那个一点，原先我刚来的时候，越南目前是1.04亿，哇，你们海拔多了1000多万出来，活类现在是1000多万，对，男的男女的比例。以及就是说你们国家主席是谁，国家总理是谁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他们这边我只知道我今天什么地方好玩，这样的。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现实，他们打工的，阿刘，这是真的吗？攒了钱呢，我就要去旅游。老板，你不请他假，老板我不做了，是这样。我要去旅游。天啊，连自己国家主席贵姓名啥都不知道，在中国会被打死。他说我当时是阮，其他大不知道是谁。我那个什么阮金勇和那个什么。阮福仲吗？阮福仲。阮春福现在是。阮金勇，但是阮。阮金勇是上一届的总理了。对，那时候我问的。现在是阮春福。不是，我不是。检查一遍就走了。越南人经常这样子，摩托车撞了，然后人看一下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回去了。我靠！等一下要去医院了。这是政府要求还是骨折？去医院检查完才知道骨折。不是政府要求啊，那数值比较高。哎，当时感觉说，哎，没关系，有点疼，算了。我那天看到一个翻译啊，应该全身这一半应该是擦伤的。擦伤。因为是很远的地方，爬起来走了，后来很久时间都没好。哇！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来，经常在我这边。一分钱不赔啊！哇！不是不赔，他觉得哎，没什么大的。没有专业公司，没。但是如果受伤怎么办呢？受伤。那有时候是看一下 NG 医院大概给个多少钱，一下，然后给点钱就好了。对。我也是在涂山。一个路口，一个摩托车这边出来，一个的士，砰！我们就在边上喝茶，听得很清楚。哇，我的天啊！我以为在中国马上要报保险。之后，那个的士的司机下来，那个摩托车有些零件掉，他把它捡起来，把他车扶好。我看那个摩托车那个人一瘸一拐的，之后我以为至少也要叫警察。后面我就看那个的士司机跟那个摩托车人握个手，那个司机咚一下开着车就走了。啊，我天哪！越南处理交通事故就这么简单吗？我觉得越南这种真的啊不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在中国
你保险必须跟着来嘛。对啊。你走了你就逃逸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先吵架，吵架才报警。对啊，你怎么开车啊？吵架也对，但至少报警是必要的程序，对不对？吵架之后还要打架。可是他不动手，那个医生就嘟就走了。我看那个摩托车的一拳一拳的把那个车推到一边，我想那个人至少家里面躺一个月，绝对不说骨折，绝对是要受伤了。那个声音冲击力很大呀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这是我们越南的这个习惯啊，就是小摩擦不是很大的问题，摸摸手就 OK 了。那我是外国人，那怎么我怎么说了？那怎么办呢？怎么说？要怎么说礼貌一点？新闻呀，就说新闻。我上空就没事了。我问一下有没有事？没事，兄弟有没事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摸个手就拜拜了。